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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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静心戒观法，各位比丘、比丘尼，各位沙弥、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好，我们现在上到这个第十漫天巨人秉烛照过里头的心三。根二心三呢、那么四七众照受里头的心一啊，通明手读无护啊，七众怎么样照恶啊？那么这里首先前一个句子呢是苦哉末法时比丘比丘尼，这里呢在讲的是出家人呢虽然剃度法须啊，结果呢。因为没有做适当的导引啊，有手贪嗔痴。那么你要知道啊，那个出家人虽然也是这样子，也是凡夫啊，所以说他并没有因为说是出家，所以说这个他就自然的有那么多防护，并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说他如果没有经过善巧的导引，跟一个应有的训练提思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出家人还是一样凡夫，他还是一样受的是贪嗔痴的这个缠染。可是虽然如此呢，因为他有出家的善心呢、他终究是比那个在家世俗人的功德大啊，这点是事实啊。那也因为这样子呢，所以宁可出家呢，犯戒下地狱啊，也不要呢再俗，那么呢守戒升天堂，这是经上是这么讲。所以说呢，在家人呢就在那里做批评啊，做监察院、做立法院的，当然是最容易的了。你在那里批评，当然看起来是最容易。那可是呢，你与其要批评，你就要来跟出家人站在同样的位置，你再来批评。不然你不要站在那个在家享乐的状态，你在享乐没有人管你嘛，没有人批评啊。你转个身来，哦，看出家人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，这个是不合道理，你也是自己造罪，也是法灭之相。我们承认呢，出家者众，当然良莠不齐，龙蛇混杂。可是呢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而愿意舍家弃俗，这就值得你要去尊重。所以《地藏十轮经》上说啊，乃至这个犯戒的比丘，你都应该恭敬、尊重，不应该轻视毁、毁骂啊。那么这民国以来了，一直有就有这种大居士啊，那学了一点佛法啊，自以为是啊，就拿这个。自私自利哦，或者是说学问不足哦，这样来批评，来看清这个这个出家人这是也不对。那么你要知道这部书呢是针对出家众说，当然他的严格要求，而且有一些呵斥的文字。那么对在家人来讲呢，你就应该要随学并且起恭敬心，那么呢，而不应该呢，怎么这个升起这种轻慢感啊？这点呢，这个在家人应该要了解啊。那么其次呢，下面讲这段文呢，是假名优婆塞，这愚禅优婆夷。假名优婆塞是什么呢？优婆塞就是近视男，
这亲近侍奉三宝之男子啊，那有时候又叫做善术啊，就是世人心善呢，啊，离破戒术，就是说这个他手持五戒，心地善良，那么不犯，不违犯五戒，如果有犯呢，就赶快忏，这样子呢，善术之名才能够承担。这就叫优婆塞。那优婆夷相对的就是女众，啊，亲近侍奉三宝的女众。啊，为什么叫假名呢？啊，就是说呢，哦，你说你是亲近侍奉三宝的这个在家信徒，持守五戒，可是呢，却不把五戒当作一回事。那么呢，一方面呢，就轻慢三宝。要不就自私自利，秉触犯罪，不欲人知；要不呢，就是根本虽有受戒之名而完全不了戒相，也不持戒法。啊，出家人如此，在家人这样子也是不可以的。要不你就不要守戒，不要受戒啊，这就叫做假名优婆塞。那么瘀产优婆夷嘞，瘀。那么呢，就是说不择是非而说了，叫做愚，产愚的愚，不择是非而说，就是讲话不认不清楚是非，这女众确实会容易如此啊，不知道后拜也无法分对错，听到了呢，入口出耳三寸而已。孔老夫子这么讲，就是道听途说，不能分辨是非，而辗转传话，这就是愚。那么禅呢？禅是什么呢？禅就是谄媚之语啊，也就是希其意而言呢，就是尽说一些人前乐意听的话，以换取自己的私利。这就是禅啊，而谄媚以媚而得禅啊，以媚而禅，就是说可说人说现前人所可意听之语言呢、啊，以得以换取以这个博取个人的私利，这就是禅。这个在什么呢？这个。有权位的人周围的人最容易如此啊，一个有权位的人如果只喜欢听好听的话啊，听不得一些建议改善的谏言跟一个持平的一个看法跟感受，那么你静静你慢慢的就招感一些这种愚产之小人了。而因为女人呢缺乏自信心呢、啊、想都对那个权势啊比较一种依赖跟崇拜，甚至有一种贪婪，那么又少有智慧，也不辨是非啊，所以呢他特别容易在这种他崇拜的对象或者是有权势的人的眼前呢、啊、讲一些甜言蜜语。那么呢女人又抱体柔弱，那么天生呢被视为是宝，所以有依附人的那种特质，所以呢他也被认为讲一些好听的话来奉承阿谀呢是女人的天职。那么女人是也认为这样子，所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，所以女子就特别的容易讲这些愚产之言。那么这是道玄律师呢也感受到这个事实啊，他就说愚产优婆夷，拿这个来做他的形容词。所以名中换五戒，这优婆夷优婆塞在律师的看法里头呢，这个不过律上也是这么讲的，这都是要有守戒的。那守戒那个八关八关斋戒不长久，三皈依还不名为戒，
那既然就叫守戒的话呢，既然叫做善术，以持戒清净呢，持戒不犯呢，不隔不与犯戒共数，既然这样有戒可犯，那显然至少是五戒。尤其在声闻法当中，那讲到戒就是两种，在家人的戒就是两种，八关斋跟五戒。所以这里讲说临终换五戒，这就有道理，这有道理。所以这个是优婆夷优婆塞呢，基本在严格的标准来说，那要五戒以上才可以自称优婆夷优婆塞，不然就叫善男子善女人了啦。发善心来学佛的男女，那临终换五戒，实为具一之。虽然名为受持五戒，其实呢，身口意的行为，一支都未能具足。五戒中的一戒啊，叫一支，都未能具足。啊，那么为什么叫支呢？支就是那个系统，那个范围。啊，你们知道那个我们那个八关斋戒有那八关斋戒的那个。六句赞，八支戒体，那个八支就这个意思。八支支，也就是条文，条文。但这个条文呢，含摄的面蛮广，所以名字为支。然后呢，再来，别显造恶一样，造恶一样。那你如果造了恶，你以为没有人知道啊？其实啊，真是后患无穷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啊。那么这里呢，有这么几段文呢：口常诵药方，心病不肯治；恶业负障故，是邪命求于之。身见执着我，不觉即分离；意不观五阴，气息若悬丝。人前初恋色，是秉处与虚臾；为惧人怪笑，是不畏天正之。啊，那么狂醉，欲醉狂情发，是作行作染心思；缠绵破众戒，命中堕阿鼻；地狱经一劫，劫尽更复疑；此苦难堪忍，秉处最甚之。为造狂业故，诸佛发大悲；犯欲须臾乐，受苦无量时。这说明了说，重点在后面这两句啊。犯欲须臾乐，是受苦无量时啊。那么呢，首先说明到了一句呢，就说到我们呢这个不真心学法的事情。他说口常诵药方。这药方啊，其实就是经典了。广说就三藏十二部，啊，是这样。那么呢，心病不肯治，你只是送药方子，但是呢，不来治这个心中的病。那么恶业负障故，那因为不肯治心病嘛，那么你那个是什么呢？你心为行主。那既然心造种种恶啊，哦，那这些恶就形成恶业，对智慧来讲形成障碍，那么这种恶障碍、啊、就会覆盖了我们的真性啊。因为这样子，结果呢，因为覆盖了我们的真性，我们就恶相加恶啊，那么邪命求于之啊，邪命。前面讲啊，五邪四邪，也就是用不正当的与佛法不相应、解脱不相应的方法呢，来怎么样？来寻得这个什么呢？寻得生活的这种所需啊，求愚知。愚知就是衣食之类啊，愚知。首先就是说到说，
但诵经典而不修持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诵经本身就是一种修持，那为什么说但诵而不修呢？就是说无心在道，简单讲是这样，就是把诵经当作是一种习惯而已啊。那么呢，不随文入观，也不依经解义依义起修，也不这样啊，就说是这个、哦、好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你就自然会邪命。为什么你会自然邪命？因为法不入心，你就要追求世间五欲。何以故？因为你本来就是五欲中来啊。现在你不追求五欲，那你不追求佛法，那这心灵空虚，你看看你会追求什么？所以你要是不在道上面修行啊，你就会弄东弄西。你要渐渐在道上修行，你就渐渐的不会去怎么样啊，不会去做一些世俗的事情。所以倒过来说，有些道场就采取闭关自守的方法，就干脆不要有那些世俗的事情进来太多。其实这个某种程度是对的了，是对的。一进来之后，我们这些凡夫定慧不足啊，很可能就撇耳随他去。那么下面这段文呢，是指的说，你执着五一不修行之后，又执着这个身见等等啊，身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我见啊，这样子，那这样子糟了啊，就更进一步的，又执着这个。他说了，身见执着我们一切众生都是执着我的，但是呢，像这样子呢，秉触造恶会更增加执着我的这种因缘。所以身见执着我，那么不觉即分离。什么叫不觉？你在世间中贪染五欲啊，那生命过得相当的快，刹那之间蹉跎一年两年就这样过去了。那么呢，这叫做不觉。即分离是什么意思啊？色心分离，色就是肉体，心就是受想行识啊。那么叫远离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意识心相续的意识心呢，跟你的肉体的那种相依存的关系呢，就断灭，就隔离，就是说产生这个分离了，那就是肉体不堪使用了，这就表示一种生死的无常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你不知道这个分离是很快速的，然后呢，并不但不知道，而且又不来修它，啊，亦不观五音，观这个色受想行识，五音合是假合不实。各位，你观察五音，怎么能够知道它假合不实呢？观察色音，知道说这个每个器官呢、啊，它各自在运作呢。组合起来才形成一个我，这没有，比如像电风扇在那边吹，它是有什么外壳啦、电线啦、马达啦、风叶啦、基座啦等等，组合起来才叫做电风扇。那么在它产生之前是个别产生才来组合，我们的身体亦复如是，我们身体真的是个别组合。当你的那个定力如果够，声闻人来讲是用那个定力，他来看那个什么身体上的个别的那种器官啊，他会发现说这个别器官之间的分离是非常明显的。在我们来看，哪里会明显？是概念上是这么认知，因为他定力向内看之后，他就真的能看到这个五脏六腑各自运作的这种因缘。这是色音呢，就观察它是组合不死。那么呢，这受想行识啊，它也是这样，来观察它什么每一个觉受升起、转变、败坏到消失呢，它都是缘起集成的。那么呢，
乃至于同样一种感受，热。今天你心情好一点呢、啊，或者身体健康一点，你那个热就不会感觉太难接受。那如果你这个身体不行，你可能就热得抓狂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七八岁的时候，如果听家人讲说，哦，今天台北市热度是在32度，哇，那简直天方夜谭了，那哪里有这么热的，就这样了。结果呢，台北市前天破纪录最热，多少度呢？36.9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要生病的话是怎样，量那个温度计啊，拉起来一看，37度啊，生病了。37度那个就是红字，37度以下就才没有生病。那36.9啊，在我老菩萨来看，以我的身体来说，差不多就生病了。今天呢、啊，这个台湾这种环境真是可怕啊！有人跟我讲说，他站在那个高雄市，站在那里不要动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，他就热了，这就是热受。热，这种热受呢会越来的怎么样？你如果心是跟它相应的话，那你那个受就是你的，你就会被受所，你这就被那个受感所转。那呢，如果你不跟它相应，你会发现说热是热，你是你，这当然也是要请定功才能看得到，坚持的去分别你的心的受的感觉。那是外界的刺激，那坚持去看到，这样子呢，你就能够观察五音色受想行识的慢慢的远离，啊，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体会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观察的方式啊。好，这就是随时的一种觉照啊。那么呢，如果你不这样观察，你那个气息若游丝，你执着这个身体。那么你就知道啊，不观察这个五音的气息像悬丝一样，那么你就怎么样，你就会执着我见啊。这气息若游丝是譬喻生命的那种脆弱啊，人命在呼吸之间，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在人前初恋色是秉触于虚语，这个话为巨人怪笑，不未称天正之。这在呼应这段文字的一个本意。像这样子自己执着，那么口诵药方而不修行，这种人铁定会怎么样？他这种人是人前初恋色，初就是略，而且略呢，而且有这么做表面功夫的意思，所以略而伪，谓之这里的初是这个意思。略而虚伪。简略而虚伪的啊，收敛色受自己的身心。可是呢，在无人见之处啊，那么呢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造恶就过了，超过了像须弥山那样子的高啊，须弥山那样子高。这是比喻啊，比喻造恶大。那么这种人只会怕。现在眼前的人来耻笑，却不怕更能够惩罚你，对你长期更有影响的天神的政治啊，这样子，为什么会惩罚你啊？他只要不负你的法，你就麻烦了。你要知道，啊，修行的话呢，绝对是要负法的。所以我们就说三皈依的话呢，这个乃至早晚课太忙了没办法做，你也要三皈依，就是末法时代修行的障缘太多啊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，要护法啊。所以说你说这个天不畏天正之，其实天正之才可怕，他才是你老板呢、啊、老板不是说他能主宰你啊，他才、对你的那个协助是有直接的关系的，更何况要是犯罪了让人家知道，我是指出家人，让出家人知道的话、那么呢，人家还能替你消业，对不对？啊，是这样。
那么呢，欲罪狂情发是行作，染心思啊。这里讲的呢，是指的什么呢？为欲所罪啊，痴狂痴情滥发。这个来形容这个感情的爱染、啊、是最适合啊，感情爱染最适合。那么我们这里讲的不尽然是这个，不过呢，他描述的差不多。这个，比如说啦，这有一次我在看那个，那我们的狗被绑住，那我看它的东西不能不吃，人家不把它拆开来，我就叫它吃。那我过去的时候呢，它平常都不理我的，因为我从来没喂它，它就不理我。那这次间我去，它就我很热情的样子，啊，到处钻啊、弄啊，怎么样？你就可想而知啊，这一条狗啊，它遇到它那个欲望，什么欲望？它希望人家把它掏开来啊，的那个欲望，它可以呢，完全忘记了对你这个人的看法。那么呢，后来我就拿东西给它吃，你把它吃完，你就可以离开。哇，就是埋头的猛干一阵，就吃完。然后有一次好像我也看那个狗啊，在以前在青阳寺看那个狗。他那刚好好几次，人家那个给他吃的东西好像不太够还是怎么样，他很饿。后来人家给他一块酸掉的什么蛋糕还是什么的，我看他就吃那个样子啊，是狼吞虎咽，那简直像饿鬼道一样这么猛吃。那我就感觉到，那我们众生贪染欲望不也如此？明知那是酸臭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欲望一起来是无法控制，啊，还是要去。你看这个男女不是也如此？这六根，这个七九孔流脓，啊，污秽不净，尤其是男女根，那根本就是排泄之处。但是呢，男贪女根的，女贪男根，你看看，哎，真是怪异啊，丑陋。你看那猪狗猫羊不也如此吗？那狂欲一起的时候啊，这不能分别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这律上甚至于有那个这个人兽那个引合的这种事情，这也是狂欲一起，无法自我控制。那么呢，所以说这叫做狂情发。各位啊，一定要注意这种远离这种因缘呢，远离这种因缘，因为我们就是这愚痴，没有外护。我们现在啊，除了有戒律以外，要是没有一个大众共助啊，我们简直就像一个没有抵抗力的小儿啊，在所有的细菌当中要想存活，就算最后能活下来啊，我看也是变残废。那么呢，所以说这个欲罪狂情发，欲罪欲望迷醉人心，使人呢痴狂之情呢而妄发。那这样会怎么样呢？行作染心思，在行住坐卧之间呢，普起那个不清净的染心思念。是这样，这个在律上也确实有这种情况，啊，有比丘想要去还俗，问佛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呢坐卧之间呢思念女子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他没法出家下去，所以这个就是环境使然的，也是修道的那种法难以入心。会这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呵斥我们自己，不要让这种行住之间呢起这种染心，将来你自己一个人住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时候呢，很可能就造成了祸患。那么在家人呢，在家人说我没有啊，我没有什么染心，那不是的，是因为你染缘现前，你想要行淫就找夫妻，是这样，
那么你知道对其他人呢，偶尔你也会起染心，不是偶尔，因为常常是一个看一个爱一个，但是呢，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家庭，有了婚姻了，那就把这个事情给放下。那书上说啊，有这夫妻在那里呢，这行不敬恨的时候呢，两个人脑袋瓜子都在想另外的人，那就把现前这个夫妻呢，就想象成另外的人。那我常常讲，这叫做心灵走私，心灵外遇。然而这个事情谁又知道呢？哎呀，只有这身为人类的人自己才知道，人类才能干这种事。人家猪狗猫羊不干这种事，猪狗猫羊都是什么隐在当下。那么除了这个我们的人类啊，除了这个人类，他不这样。所以说这种染念呢、啊，人类真是跟禽兽比起来啊，那我们要真检查，还比禽兽不如。哦，你不觉得吗？这样子呢，所以染心思起是缠绵破众戒，缠绵就是为心垢所缠所限，谓之缠绵。为这心垢缠跟限了，所以心力不强，欲境不能防护。为什么欲境不能防护啊？戒累。然后这样呢，就破了众戒，破了众戒就命中生阿鼻，阿鼻就是无间呢、啊，阿名为无啊，鼻名为间呢、啊，无间地狱，啊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呢，受这个地狱果报，下面这个句子就要讲说，那受了地狱果报之后，地狱果报怎么样？啊、地狱经一劫是洁净更复疑，就是说在地狱中一劫，结果地狱坏了。坏了呢，这捷径就要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的捷啊，指的是一中捷的捷径、哦、不，一成住坏空，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大捷当中的一个什么成捷，一个大捷中的一个成捷坏捷呢，这个过程当中每什么样，这个每一个轮呢、啊，轮回啊，每一个成劫当中啊，就会有一个，二十个小灾，那一个大的风灾、水灾、火灾，是这样，火灾、水灾、风灾，这样子。那么这样子一个大劫中的成劫啊，我们有时候讲就是二十个劫。那么这个二十劫呢，就是有时候把它简略的称为一个成劫，一个成劫。那么一个成劫当中呢，接着就一个坏劫。这一个坏劫一来了，地狱也得坏。可是地狱坏，你的罪过还没结束，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结束。一个坏劫当中，地狱还没有，地狱是坏掉了。结果你呢，你的罪过还没有受完，结果你移到另外地方去。就好像台北监狱被要改建呢、啊，你就得换到那个什么绿岛去跟唱龟山去读龟山大学，绿岛去唱绿岛小夜曲，啊，是这样，啊，龟山有一个监狱啊，是不是啊？是有个监狱啊，你们都不知道是吧？没去过，啊，还是去绿岛唱小夜曲。就是意思一样，啊，那《地藏经》也不也这样讲吗？那么此苦难堪忍呐、啊，贫处最深知。这样子的苦啊，是很难以能够忍受的。所以呀、啊，你在贫富之处啊，你最应该来思念它，思念地狱的苦的恐惧。这是一个修法哦，光思念地狱苦就是一种修法、哦。然后呢，再来谨慎他。下面这段文呢，就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了佛发心，啊，以及受欲、犯戒少乐的事情。为造狂业故啊，是诸佛发大悲，就是因为众生造着痴狂的恶业，轮转六道难出，
所以诸佛才要发起同体的大悲啊，而什么呢？累世来到人间，来到这个众生的娑婆世界啊，救度众生。他的意思是这样才劳烦诸佛发大慈悲心来救度我们啊。最后这段文就是重点了，这半句是重点了。犯欲虚乐是受苦无量死，这就是秉处造恶的一个最大你应该要谨彻思维的地方是刹那小乐，结果你受苦无量死，尤其是第一第二是偏重罪那一种乐的一点点男女还算有乐，你偷东西你没什么乐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受苦无量死。接下来这段文呢是心事张天佛奇见，重新再告诫你啊，你不要以为秉处造恶没人知啊，重新再告诫你。那么呢，这首先明天知，接着才是明佛来见，鉴别。经云：人重生即有二种天。这个经云前面讲到，在华严经上有提到这样啊。那么人重生就是从出生开始。即有两种天神来给日夜之间的什么相随互戒。那但是你还没有戒的时候，凡夫那这怎么样？就护他的福报啊。像你看有些人造恶，对不对？做江人大盗，杀人放火，乃至如何？哎，他逃亡，哎，竟然没有鬼来捉他，很简单嘛。因为他的福报还在，所以他就像那个立法院一样，有言论免责权，意思一样。所以就没办法，那个立法院也有点警察啊守着，还不让你进去，你还在当任内的事啊，同样道理啊。所以是天人是守着我们。他为什么这么麻烦呢？他我又没有受戒，我没出家，你天神守着我干什么？守着你的福报。那么呢，所以昼夜与生俱。那么共人同寿年，就你活着的时候他也在，你死了他也视线在你这个世界当中死亡，然后离开。或者他不视线死亡，他就这样离开了，这样子。所以既然讲下来的话，你尽行受，你不能够秉住犯了。你秉住犯，天人都知，哎呀，好可怕。所以为什么你修道老是修不好？因为天神就不负你的法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秉住造恶，还有啊，那该修善你不去修，住道场该修善你不去修，这也是一种造恶啊。所以尤其是那个道场里头钟板啊、共同事物啊、用斋啊、时间不要拖啊、钟板啊、什么法器啊，这个也是。这因为这是人天眼目，你这样做了，你还是错，你还是要赶快忏悔啊，对大众忏悔，对龙天忏悔，这都是龙天眼目。所以自己生活也要注意照顾，那么不然呢？昼夜与生俱啊，你就该做的事你没去做，那么再来下面这段句子四句呢，是什么呢？这一念为善恶，这个了了皆现前，恶多天减算是善强命延长，命长延呐。这就是对在家世俗人也诱导之言。一念善恶完全是天地见之的，天地见之。那么既然天地见之，我们如果呢，这个
不防护啊，让那个恶法现前的时候啊，那么念念呢、啊，了了皆现前，这了了就明明白白的都被天神所看到。不过我说过了，人身上本来就有光，不要说天神啊，乃至于有一个暴通的一个凡夫，他都能看到你身上的光，知道你的身心品格如何。所以说他能够了了了解呢，你这个凡夫造恶造善。那么呢，如果恶造多了，天人呢，就护法龙天呢，就减你的什么，减你的寿命。为什么？你福报享完了，你没福了。你要知道，你生而为人，其实是过去有修福报，有持五戒，你才能够生而为人的。今天在你福报还没有开始堕落享尽之前，哦，天人必或许还不能够因为你犯戒而不而惩罚你，但是等到你福报一低了，哦，他就来了，哦，是这样。那么呢，所以说你看看那些，为恶，然后呢又好像荣华富贵的人，你自己不要去羡慕，啊，那是他在用银行贷款，你要知道啊，是这样。那么善强命长延啊，这是反过来说嘛，啊，不过这是对世俗人这么讲啊，他也是拿这个来做譬喻啊，这出家人不到也不一定这样。他为善嘛，就是回向无相菩提，该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。那么造恶，他就努力的什么求忏悔，害怕污染了自己的菩提自性。他倒不是怕说长寿短寿的问题，但是呢，就像我们讲无量光无量寿一样，人类总是呢生命很短，修行的时间很少。如果能够长寿健康啊，那确实也比较好。所以他就以这个来做一个结论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毗卢遮那佛是身界广无边，这里以下就是明什么呢，明辨佛能够了解一切。于毛孔中容受三大千，性相原明彻，是含身上福田，以众贫多过，是无缘起慈悯。这里讲到了卢舍那佛就是什么呢，身至二光光，身至二种光明啊，身体自然有光明，智慧的光明。常常我们拿身体的光明来代表智慧的光明，智慧光明有时候没有具体的形象，用身体的光明啊，这样的遍照法界，就叫光明遍照佛啊，毗卢遮那佛。那么身界广无边，身量的境界啊，广大无边。我说过了，这是智慧开朗，对不对？一念即是三千嘛。既然是一念即是三千，那么在这一念当中，当然具足三千。那念即三千，那么因此这一念如果彻底显发，三千世界即在胸中。所以说呢，于毛孔中如受三千大千世界，岂止三千大千世界？三千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尽宇宙遍法界，皆能容。那既然能容啊，那么你造恶诸佛会不知吗？所以说性造原明彻，那本这个佛性呢，这清净朗照啊，圆融明白而彻底啊，清净朗照圆融明白而彻底，所以能够什么，能够看透了一切众生的造恶的事实。那么呢，而且他也是一切众生的什么呢，这个福田啊。楞严经关于这一毛中啊，楞严经上说，身心圆明不动道场，于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度啊。这于毛孔中柔受三千大千世界啊，这楞严经上说，更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度。十方国度那当然相当大了，身圆明啊，是身心圆明。那身圆明就怎么样？身圆明就毛端现锐
毛端现度，现那个大地。那么呢，如果心圆明呢，遍照法界，无有一缺。心圆明，那么阿罗汉不心圆明啊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他借一讲佛啊，借一讲佛。好，那么呢，请照圆明册。那么寒生呢，就上福田呢，是一切众生的。这里回过头来，就是寒生就是众生，就是有情之生。那么寒世而生，谓之寒生，它含有那意识来生的，是无上的福田呐、然而今天以大众频处造恶的过失太多啊，那么诸佛菩萨现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，来给予什么救济拔度，救济拔度，这个意思呢，讲的呢，就是说，这段文呢，讲就是说，那么诸佛也了知你犯戒，不过呢，他不像护法龙天一样会来害你，他还因此而怎么样呢？更加的升起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来救济。然而因为你那是慢佛，这个是慢天了。这轻慢了天，当然也轻慢了佛了。所以说呢，他想要度化你，想要做你的福田，结果你呢，因为造恶，也没有福报，也没有那个智慧，能够去怎么样？能够去清净，是这样。那么呢，所以才要让佛呢这么辛苦的再来到娑婆世界，长期的度众生啊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就解释在这里。那么接下来啊，戒惯女人十恶，如实厌离解脱法，这个对男众刚好修不净观，对女众刚好可以跟爱道经来配合啊。那么我们可以呢来说明一下，所谓观女人十恶，那女人到底是不是有十恶？当然不是。那么呢，女人的恶相当的多了，包括四态等等啊。那么呢，可见呢，这佛陀在这个法上面说的呢。更细腻，但不论怎么讲了，我们的祖师呢略举女人十恶，你分别可以去跟他啊，跟大爱道经来比对啊。那为什么女人特别有这个十恶呢？因为女人暴弱，暴体弱，身心之意志力呢也薄弱。那么容易呢怎么样产生这种依赖的感情迷失，而这种依赖的感情迷失是日以继夜的在那里寻求，所以呢这既然这样，它就是一种贪求啊。那这种贪求既然日以继夜的话，那么对着什么境它都可能会有所表现，所以说它几乎是啊表现的无以复加的多，是这样。那么有这种十恶呢，也是一个略略之词啊，其实不止十恶啊。再来如实厌离解脱法，这如实厌离啊解脱法，这是一种解脱之法。怎么样解脱？与女人种种恶如实观察而升起这个什么呢？升起这种厌患隔离的这种意志心来啊，那这样就能够达到解脱的目的。你要知道，贪染的这个女人，或者只爱自己这个女人身，有的人呢喜欢揽镜自怜，洗澡的时候喜欢往自己身上瞧，哎呀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我真爱我自己。”看到我自己在镜中那个样子呢，就起了一种不得不爱的那种感觉。哎呀，天哪！这个我就看过一个女人写这种文章啊，这样写的，那自怜，啊，那自怜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整个以《爱道经》来诠释这篇，就很完整了啊。
那么前一章是让你摒除造恶啊，漫天不惧人，现在呢你就公然的怎么样，公然的呢哦去贪爱女人，然后呢造种种地狱的苦。你说本来我摒除造恶不行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公然爱女人吧，这样不可以。所以在前面这一章完了再接着在这一章，而且呢再重新告诉我们，不是只有女人，一切人之大欲都在男女，男人亦复如是。而更何况这篇文章也在讲的是对男人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叫你观不净，简单讲啊，对女众来讲呢，让我们更能够体会到我们自己的障碍，然后呢赶快努力的把它修尽，它修尽。就像爱道经讲的，能断我这84愿的啊，就是女中的豪杰，就是阿罗汉啊，就是这意思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要教在这一篇里头呢，叫我们要断啊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，下一节课就继续开始上这个内容。那么这内容呢，在《大爱道经》里头有附录呢，也会用到一些，下次大家带来。好，回向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；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；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；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；志归佛，志归佛；当愿众生，理解大道，法无上心，智归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智归身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